队长，昨天炮楼为什么没有岗哨？报告太君，那个马专员是什么人？就是姓马那个老头，他说他是太君专门派来的管理员，让我们管他叫马专员。对，他说他是太君派来的，让我们都听他的，把岗哨撤了，跟他一块喝酒去。说不喝不行，还得多喝，所以弟兄们都喝多了。可是炮楼的出事就是你们的责任。不是，太君，平常啊是我们的责任，可是姓马的老头一来啊，让我们全听他的，然后还得把岗哨撤了，要不然你说这八路进得来吗？是不是？是是是。太君，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姓马的这专员是八路派来的。把混账叫来！嗨，你弟不要哆嗦。我没哆嗦。你弟不要哆嗦。你弟不要哆嗦。是。太君问你，你弟实话的说，金票的给。 花姑娘的给，说假话的，散兵的给。明白。昨天你们的岗哨都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们喝酒去了，是皇军派来那个老头请客，他还给我们训话，让我们多吃多喝，说是为了相亲什么的。相亲？什么的干活？一男一女搞对象的干活。 说的是嘎，太君，他们这完全是血口喷人呢！我爸爸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我，那老头是你爸爸？是啊，你甭管是不是我爸爸，反正炮楼出了事儿，就是你们的责任。废话，要不是你爸让我们撤岗，八路进得来吗？太君，我看胡三他爸就是八路派来。啊，不是不是，太君。 一定是皇军交给你爸爸的任务，他得忘记了。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太君，我爸爸一直监视着他们呢。闭嘴！你弟不要说话。报告太君，胡三他爸爸是假用那个相亲这件事儿，实际跟八路有勾结，而且还冒充皇军的命令，把我们给灌醉了，啊。 然后那个引八路进炮楼里偷军物资，没有太君，没有胡三儿，你敢说你没说过你爸爸是皇军派来的？说话，你敢说你没说过你爸爸让我们都听他的？他可能说过。
你敢说你爸爸不是为了相亲才请弟兄们喝酒？是，那不完了吗？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，我敢保证，太君，我爸爸是一心一意的效忠皇军呢，跟八路绝对没有勾结。胡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爸爸跟八路没勾结，八路是怎么进来的？啊？你爸爸跟八路没勾结，难道是我们跟八路有勾结？啊？我没说你跟八路有勾结，那就是你爸爸跟八路有勾结。我。太君，我爸爸绝对没 bug。太君，把你的 bug 的八路的爸爸叫来。嗨，嗨。你的衣服哪里去了？我是这样，太君。刘队长的衣服被胡三儿那个八个八路的爸爸给穿走了。八个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这些日子，刘队长和李队长一直带领着兄弟们挖大坑呢，从来没有出去过，也没有人过来找过他们。你说的是实话？是实话。真的是实话？真的是实话。果然是实话？果然是实话。的的确确是实话？的的确确是实话。还滚出去！哎，哎，爹，爹，哎呦我的爹爷，您怎么还睡呢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！出大事儿了！这怎么了？这八路把粮食都给抢走了！啊，我说爹，您。这日本人要追问起来，咱这小命可就保不住了。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哎呀，三儿啊，那咱们快跑吧！哎呦，我的爹呀，咱往哪儿跑啊？您，你们统统地出去！啊，太君，快点！一定给我敬个礼。你的就用这只手的食指往这里戳，留下，快，乖乖的，食指，哎，对，食指，快，乖乖的，哎，对，这个字念什么？傻。对，就是傻。志愿军的衣服你也敢穿？你也配？脱下来。何陆军，请您的息怒，息怒，再息怒。我想，如果这件事情万一山本五十八系列卡司令长官知道的话，会非常生气的。你的不说，我是不会说的。嗨，但是通过这件事情，你说的大智若愚的聪明，实际上就是个大傻瓜。刘文彪、李德贵，你们得先回去。嗨嗨。胡萨，嗨，你得看看，你的爸爸的这副尊容，说你四通八路吧，坚决不可能，因为八路的也看不上你的这副尊容。你的还穿了一条花裤衩，哎。喝酒，在炮楼上相亲，以至于大日本帝国皇军的粮食被窃，我们交给你的约定任务没有完成，胡萨，嗨，你的说应该如何处置？太君，请您让我爸爸将功补过吧。他的对皇军已经没有用了，你的说怎么处置？任凭太君处置。枪毙！别，太君，别，太君，别。亨陆队长，看在胡萨多年来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份上，就
饶了他的爸爸。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我誓死效忠皇军呢，我还不快快抵回去。啊，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谢谢快，你弟秘密地跟踪了他，不声不响地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，要做到人不知鬼不觉。蛇的七寸上，老周啊，文家军，我们还是要赶快联系上。抗日是民族的大事，我们一定要吸取过去惨痛的教训啊。是啊，这些队伍单枪匹马的干，最后不是被鬼子消灭，就是被打散了。是啊，老师。嗯。文家军搞到了一批军用物资，要给我们急用。好啊，老周啊，我们也要想办法全力的帮助他们。好，我们先给他们一些枪支弹药，希望他们不要嫌少。哈哈哈哈，他们不会嫌少的。太君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又行。胡桑，嗨，你得要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。嗨，谢谢太君对我的信任，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宣传得满城风雨。嗨，皇军大大的信任你。谢谢太君。你的父亲已经离开？走了，我已经送他出城了。太君，我为我父亲的错误表示歉意，我一定誓死效忠皇军呐。皇军的大大信任你、啊、谢谢太君。哎，对了，太君，刘文彪这小子肯定有问题，我敢用脑袋担保。嗯，报告。嗯，我们要交给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，你们必须得完成。太君，什么任务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不能离开司令部，直到任务完成。太君，那我能回去跟我媳妇儿说一声吗？李德贵，你的回去的不行，那面房间的休息。哎，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，横路队长将于两日后携夫人巡查县城，届时横路队长及其夫人发放昭和堂，希望踊跃参加。太君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得看看他们哪一个长得像我。哎，李嫂、刘嫂、太君，我看李德贵像横路太君，这刘队长不像，他长得忒瘦。说什么呢？让我当替死鬼啊？不，报告，他妈太君是替死鬼。喂，给俺录。我太君，我说我是替死鬼。你替谁死去啊？我替太君呢。那还是骂太君是替死鬼吗？胡三儿，你别再挑拨离间啊。谁挑拨离间了？我看你长得最像横路太君。太君，胡三长最像，让他去得了。不，就叫李德贵去。
哎，太君，我长得不像您呐。太君，您看您长得多富态，我这样怎么能像您呢？太君，太君，他不像可以化妆嘛？他妈混蛋！嗯，可以化妆。这货死定了。嗯，这就对了，这才是替死鬼吧？再说。哎，长宝，长宝，你这屋里屋外啊，贺文司令忙活什么呢？今天是贺梅他爹被横路杀害百天的忌日。文大哥，谢谢你。哎，你贺梅姑娘的大智大勇，你善人佩服之至。李桑，哎，你弟认为接下来白起该下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我认为白起应该在这个地方。哟西，天元地干活。哟西，李桑，你得无愧直男人为妻主的肩杆。不敢不敢，瞎蒙的，随便下降。哟西，哎，他接下来黑棋该怎么下？您慢慢想想。太君，趁着您现在心情好，我再跟您说件事儿。哎，您看我这个身材啊，跟横路太君的身材啊，他不一样啊，他没法比呀，相差太远了。你得放心，我们会竭尽全力地想办法让你的体型接近横路太君的。那不就麻烦了吗？你得说什么？不是，我说，那不就给太君添麻烦了吗？还不如直接找个胖子像横路的，要不然我给您找去。哎，直接的胖子皮糙肉厚，一刀根本杀不死。您这要借刀杀人呐？您不会是要杀我吧，太君？哎呀，李莎，你的对于皇军来说十分的可靠，我们的。要给你一个效忠皇军的机会。不，我还有很多机会可以效忠皇军呀，您别给我这种机会。你得放心你的安全问题。哟西，太君啊，我不是不放心的，您听我说好不好？你得出去。行，那您慢慢想着啊。咱这等于是被软禁了。哎，要不我再去跟日本人说说，我化妆成红路替你去。咱哥俩谁去不一样？再说了，你要跟日本人一说，
横路万一动个心眼让你扮装成他媳妇儿，咱俩可都扔进去了。那好啊，这就叫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。胡三儿这小子太损了。哎，大哥，我一会儿跟横路说，让胡三儿扮装成他媳妇儿怎么样？这叫临死拉个垫背的。行啊，不过兄弟，到那天机灵点啊，嗯，穿厚实点，把胡三儿小子往前推。放心吧，大哥，逃跑这种事儿我天生就会，不用人教。嗯，我且死不了了。我想明白了，我化妆成您没有问题，我愿意为大日本皇军效忠，我愿意替您去死。哟西，就是不知道谁来扮装成您的夫人，也就是纯子小姐。啊，你的妻子去扮演？不，太君，这可不成，这可肯定不成。你得扮演我。你的太太扮演我的太太很合适。不合适，太君，太不合适了，这太不合适了。这我是甘愿冒死为皇军效忠啊。那如果我太太也去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我们可就家破人亡了。那到那时候谁替我床前尽孝啊？谁替我收尸守灵啊？太君，李萨，你的放心，皇军的不会亏待你。这我肯定放心呢。关键是我太太她是个妇道人家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胆子又小，你回头真遇着刺客行刺，她肯定会大喊大叫，这个提前就晕倒，影响了皇军整个的作战部署啊。嗯，她啊，那就春满楼的小翠也算是我的妻子。小翠那更胆小了，另外她也没有什么战斗经验呀，那别耽误咱们的大事儿啊。嗯，那你得说谁扮演你的我的、啊、我们的妻子。要说扮演咱们俩的媳妇儿最合适的人选，我觉得应该首先是效忠皇军的人。嗯，有战斗经验的人，嗯，胆子大的人，嗯，长得漂亮的人，嗯，最好还是个男人，嗯，男扮女装的干活。这，您看胡三儿怎么样？胡三儿效忠皇军呢，胆子又大，有作战能力，关键的问题他长得漂亮啊，太像纯子小姐了。您仔细看看他化完妆以后。哎，不成不成，我绝对不成。你弟为什么不成？太君，我是男的呀。是，你是男的，可太君他的长相是女相。您看他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唇，戴上头套化上妆比女的还漂亮。你的棍儿，你他妈要害死我呀你。太君您听见了吗？我让他效忠皇军，他说我害他。八嘎！啊，不，太君，我真不是那意思，我誓死效忠皇军呢。哎，太君，扮装纯子小姐，您还应该找个女的。不，就要你扮演我的纯子。直男女人的胆小，会破坏我们的计划。日本女人的不行。对。啊，对，太君，我觉得这个刘文彪队长他比我合适，您看他身材多苗条啊。刘文彪的身材很好，长得太难看了。对，太难看了，关键是对皇军的不忠。对，你的最合适。
我记得在我病的时候，我曾经把你当作纯子。对对对，对。哟西，你弟最合适。啊，就这么定了。胡队长，那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媳妇了。去去去去去去，想让我一个人死啊，没那么容易。密切注视每一个路口和每一个商铺，一旦发现可疑的人，立即逮捕。嗨，快快地出发。横路太君，您的就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。嗯，我还是要亲自去。横路君，您的目标太大，一旦去了的话，会暴露我们整个的作战部署。大日本皇军的效忠天皇，死地不怕。横路太君，我就说过您的目标太大，一旦去了的话会暴露我们的整个作战目标。我的一定要亲自抓住刺杀我的刺客。您的不能去，您的想一个人独吞功劳，我的明白你的用意。横路太君，如果您这样说的话，我会汇报给山本五十八司令康司令长官。你的随便。什么地干活？横路君，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，到了城楼上，一切地听我指挥。要行。再重复一下今天的行动。倩倩，崔大叔已经混入游行队伍了。好，首先这是我们的位置。嗯，横路的马车到了这时候，亲家肯定开始行动。嗯，这个时候二虎在，放心吧。老莫、贺梅，你们要上去接应。好，全刚，你带着石头和铁蛋，在春园大酒楼那儿牵制住敌人。你放心，那块地形我熟，一定要拖住他们。好的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各位，今天是我文家军第一次跟日本强盗面对面的干。有道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成不成功就在此一招。对，赶快分头行动。好，好，走。横路君，您弟知道我现在正在想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我在想，指那人有句成语说得很好，叫做守株待兔。您弟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弟不想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我弟只知道你给我安排的这身服装，我弟非常不舒服。嗯。嘿嘿。现在还不能看。我弟只想知道李桑、胡桑他们是不是怕死，会临阵脱逃。横路太君尽管放心，因为我们已经给他们穿上了防弹衣，并且奖金足额发放，他们逃跑的不会，并且在县城的每一个角落都安插了我们的眼线。我的由衷地为我的计划马上就要成功感到自豪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计划。嗨，应该说是我们共同的计划。送本平田太一郎能登金刚的圣神君，嗨，
我命令守株待兔的行动开始。那就麻烦了呀，妈妈，你说我长得像红木吗？不听我向太兄爷汇报的。我们上当了，马身上坐的不是红鹿，那是谁？司令，陈塘沽让鬼子给围了，怎么办？啊？就这样，不如玉石俱焚。二虎，给枪！外面全是鬼子，根本就出不去了。那怎么办？现在唯一办法，赶紧从后门撤退。我都见不见。哎呀，为了保全实力，撤！必须撤！王大叔，钱义全呢？他们这……你放心吧，钱义家呀，是我害的。司令。炸！杀死他！装混蛋！装混蛋！你小王八蛋，挂那儿舒服吧？啊！站住！走走走走！带回去，带走。全程戒严，仔细搜查。嗨，住！彭督军，向左向右。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些什么吗？仔细搜查，开路。特殊员军，嗨，你的守株待兔的主意不错，我们的胜利了。嗨，我们抓住了一只大肥兔子。嗨。你的大大的好，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扮演的很像很像。啊，胡三太君，你的对皇军大大的忠诚，功劳大大的，你的演的非常的好。嗯，你的比春子还春子，我得要奖励你。哎，银子。哎，来来来，谢谢太君夸奖，谢谢太君夸奖。哎，太君，我当然愿意跟纯子似的伺候您了，可问题他我不是啊。哦，李德贵，
你弟为什么不讲话？太君，我刚才受了惊吓，您让我回去躺会儿行吗？八哥，你弟受的什么惊吓？刚才那个刺客，这一下我疼啊！在案发现场，你弟大喊大叫，喊你什么？没喊什么吧？我是不是喊他救命啊？当时我吓坏了。胡三儿，嗨嗨，他喊你什么？你得汇报给横路军的听。嗨，太君，李德贵他对皇军大大的不忠啊！李德贵对皇军的不忠，是你得讲。嗨，太君，就是刚才那个刺客在刺杀那个假太君的。对不起，刺杀那个假太君的时候，这李德贵还高举双手大喊：“我不是太君，我不是太君。”太君，他这么一喊，把皇军的机密全都暴露出来了。丽莎，你弟这样喊过吗？我真是记不住了，我当时肯定是喊过救命。他说的那个，我肯定是没有喊过。太君，他喊过。我喊什么了？你就喊我不是太君，喊了。我不对，我喊的是我是太君，因为我化妆就是太君，我就喊的我是太君。好像有个，他喊的是我不是太君。不，太君，他喊的不是太君，他喊的我不是太君。不是我，我没喊呢，我没喊我不是太君呢，我。你当然。你扮装的不是太君吗？你肯定喊我不是太君啊！我扮装的是太君，我肯定喊我是太君啊！不是，因为你扮装的就不是太君，可不是你喊的我不是太君吗？是，你再喊一遍我听听。啊，我不是太君，你看没有？他就这么喊的，我不是太君。哎呦，你都给我绕进去了！你指谁呢？指谁呢？不是，怎么着你？来来来，我，你们两个滚出去！嗨，快快地！嗨。特殊援军，嗨，我弟听说敢于刺杀我的那个人非常的狂妄，我弟一定要让他好好的享受享受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刑具。嗨，不过我的横路军，我的建议您还是先礼后兵，我们隐而不发，这样就更会体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胸怀和力量，同时的也乐趣大大的哟。说都是累，随你怎么处置。嗨，我老实点。不是你晃悠什么？我晕得慌。我晃碍你事儿了，我。哼，我这太君。你弟为什么刺杀我？为什么刺杀我？我刺杀你？我不想刺杀你，是那杀猪刀，他不行，都是那杀猪刀惹的祸，是吧？他就是见着日本人嘛，他就想杀，怎么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一个杀一个，你八个，拼命的干活，嘿，蘸水，蘸水，蘸水，哎，蘸水。我跟你说，要抽你还得狠着点抽。我这人就是肉多，哎，跟你说，我练过金钟罩、铁裤衩、奇门绝技，知道吧？要打你就狠着打，你一个人还不够，你得换，你得俩人换着来，要不然把你累死了。来，金钟罩、铁裤衩，收你干活。报告太君。这金钟罩是我们中国的一种武功，他说这铁裤衩啊，是他们当地的另外一种武功，啊，据说呀，这种功夫练成以后，这刀砍在身上是一道白印，这枪扎在身上它是一白点，所以啊，这功夫厉害。说到是来，说到是来，我们得在日本听说过中国的功夫。了不起，嗨，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忍者的祖先，嗨，中国的功夫厉害，厉害。
赶紧撤。胡桑，嘿，既然他的皮鞭的不怕，那就拉浇水的干货。哎，嘿，哎，你等会儿，什么人？他说什么？辣椒水，好好东西，辣椒水好东西。哎，我说，多放辣椒面，再加一包胡椒粉，知道吧？搁二斤老醋，酸辣汤。那就叫酸辣汤。酸辣汤，什么鸡肝货？是支那的一种解酒汤，是醒酒汤。这种汤养颜、美容、排毒，喝的出汗的痛快的。您的怎么知道？我的喝大了以后，经常的喝这种汤。中国的成语您的一句不会，中国的饮食您通通的明白。还怎么走了你啊？嘿，我说这，哎，你要什么你？你给我等着你！你们会玩不会玩？你们啊，你们倒是拷打我呀！都怪我，呀！司令，那李德贵这回总没把小日本的诡计及时的报告给咱们呀？这家伙是不是？不会的，让李德贵装横路，为了怕。消息，那肯定是把李德贵给关起来。小鬼子下那么大的功夫引诱咱们的人，土兽员又当场的命令不许开枪，这肯定是要留活口套情报呗。我看崔特护那儿有点悬呀，保不齐就全秃噜了。全刚，你不许这么说，你崔大叔，老亲家。这次冒着生命危险去刺杀横路，那也是为了咱们老文家报仇。如果亲家这次能活着回来，我愿意把司令让给他做。您的心思我们都明白，可是文家军司令的位置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能出让的。是啊，要让也得让给本家姓文的爷们。呀，你们别瞎扯了好不好？赶紧商量怎么救崔大叔吧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还是先派人到镇子里摸清楚老亲家的情况。对，先打探消息。我去吧，派出所里我有个朋友。好，赶快出发。是。此乃兵书上曰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太君，您别听他胡说，这哪有不怕辣椒水的呀？不，在大日本帝国，忍者是非常受人尊敬的。传说中的忍者，比普通人的能量要大上几倍，他的中格的功夫，比忍者的厉害。哎，太君，什么忍者呀？他就是一杀猪的呀。哦，杀猪的有事，每天和猪的搏斗，猪的力量很大，他能把猪杀死，令人钦佩，厉害。小老板，你们那嘀咕什么呢？小鬼子。带他看一看审讯室。太君，您的意思是看看他害怕什么刑具就用什么刑具。好吧。嗨机场牙房牙行跳墙，耗子配错管牙断粮仓，锅不压脚，猫化妆，兔子改嫁白牙郎，鬼子进了庄，世道变模样，你说天来天遭殃，你说地来地碾羊，你说天来天遭殃，你说地来地碾羊，逼着那情感淡淡走他乡。
胡赞家庄有赞赞家，上牙房牙跳墙，耗子配锁管牙管粮仓，锣鼓鸭叫猫化妆，兔子改嫁白眼狼，鬼子进了庄，世道变模样，你说天来天遭殃，你说地来地捏羊，你说天来天遭殃，你说地来地捏羊，逼着那情感淡淡走他乡，不赞家庄又赞赞乡，烧回家乡大东洋，鬼子进了庄，世道变模样，你说天来天遭殃，你说地来地捏羊，你说天来天遭殃，你说地来地捏羊，逼着那情感淡淡走他乡，不赞家庄又赞乡。